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刚刚在逛摆摊的时候啊，就是发现了这一只体魄白龙驹，我觉得素质还不错，蛮便宜的，220金元宝。我这边有显示220金元宝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那它的跑速是123嘛，那强化3次，那它已经强化了体魄加4。OK，那我刚刚的影片有提到，就是抽到马的期望值是1500金元宝，所以我花220，其实我觉得是蛮划算的啦，用买的真的很划算。那今天福袋刚开的话，就是。很多人就是会开始抽嘛，然后，就是便宜的卖这样子，就是他可能抽到心灰意冷就便宜的卖了，所以今天的话是很关键的一天，如果大家晚上的时候有空啊，可以逛逛摆摊，说不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马匹来骑。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骑上白龙驹的样子，OK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觉得比较帅？好啦，就是这样子，简单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